啊，媳妇，你早上吃完赶紧过来找我，你外婆家的老房子倒了，你快一点，这两天又下雨了，到时候就来不及收拾了。好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郑琪琪，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找你半天了，你自从来到这边，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。啊，哥，家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奶奶都生病了，一直念叨着你，赶紧给我回去。奶奶生病了，可我还得去帮我婆婆，晚点我就过去。还想着你婆婆？爷爷刚走，奶奶孤零零的都生病了，你还不回去？婆婆，奶奶，我。是你哎呀，怎么没接呀？琪琪，你这么着急忙慌的事要去干嘛？医生，有没有适合老人家吃的感冒药？啊，有啊，谢谢啊。人生寻常岁月事，这个奇迹怎么还没过来？岁月事，爱你的每个秋日。哎呀，阿尔，这么多活你一个人干啊？我看你家儿媳妇也是够懒的。这不刚刚进门，还不赶紧好好滚滚他，不然到时候哭都来不及。我阿媳妇怎么样，怨不着你管。我可是好心好意提醒你。这丫头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当你老了，奶奶，琪琪主任，我是琪琪。睡意。哎呀，是琪琪呀、啊！跟我来，跟我来。这个儿媳妇说要来也不来。哎呀，二婶啊，你家琪琪早上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急匆匆的，好像是往新田那边跑了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突然？你还是去看看吧。这孩子应该去他奶奶家了。是啊，也这么久没回去了。奶奶，你最近怎么样了？你求我了，我给你打床新棉被哦。不要，什么都有。秋日河边的芦苇，琪琪，跟你喝、啊。这都过期了，不是奶奶的饮料过期了，是我回来晚了。琪琪呀、啊，别哭了，给奶奶说。琪琪奶奶，最近好吗？我给你带了些东西。我家什么都有啊，不要买那么多。我就给您带了些牛奶，还有这捆挂墙上的纸巾。大麦叔，你今天过来，我很高兴呢、啊。我也高兴，应该的。婆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孩子，早上我不是故意不去的，就是奶奶她咳嗽了，给她送点药过来。你呀，做事情总是毛毛躁躁的，有什么事情你跟婆婆说一声。婆婆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今天太急了。好了，我买了一点菜，我去做饭，你陪一下奶奶。奶奶，我去给你泡点药哦。你不意外。他背影那么轻快，嘿，要明白呀，人会来。婆婆，今天晚上我想留下来陪奶奶，长大以后忙这忙那的，奶奶越来越老了，都被我忽视了。就算奶奶老了，她对你的爱呀、啊、也一直没有停下。以后啊，我陪你常回来看看。婆婆，心碎在所难免，以为
痛过几回，多了些修炼，路过人间，就懂得方位。奶奶慢点，神吃饭了。人只要有机会，就有沦陷。琪琪，这个都跟你。奶奶这。你拿去，钱也给你，买东西吃。婆婆，先收下来吧，奶奶会更开心的。奶奶，你对我真好，但这些钱我不能拿。奶奶这些一个来，这个钱也给我琪琪。奶奶，问真，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。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婆婆快看，我们的鹅终于生蛋了。是啊，养了这么久终于生蛋了。哎，我再去看那边看一下有没有。阿媳妇你还好吧？婆婆可能昨天摘的橘子吃多了有点反胃。傻孩子，你是不是有还婆婆，你说有什么呀？二媳妇，你人不舒服，你先回去休息，这些蛋我来捡。好的，婆婆。嗯。阿凤，叔叔应该是怀孕了，你赶紧回来，带她去检查一下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嗯。终于下蛋了。相聚分离。阿玉，阿玉呀，阿二啊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、啊？阿玉，上次你说你家的鸡都是用玉米养的吗？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家没有鸡养。阿玉，你看我家这只鹅怎么样？跟你换一只你家养的鸡，可以吗？阿二、啊，要不是看在这只鹅的份上，我才不跟你换。阿二、啊，下次再来。神龙看见我心里的美，闻不到梅花开的香味。算算算算，哎，阿凤，你不是在上班吗？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啊？妈跟我说你怀孕了，我能不回来吗？走，我带你亲眼检查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走吧，有没有我们亲眼检查一下就知道。我的心已慢慢化成雪，坠落在这世界。快点！哎，阿娥啊，你怎么摘那么多青橘子啊？阿娥婶，听阿玉说，双双终于怀上了。哎呀，也只是有点挣扎，还不确定呢。你看，阿娥摘的都是青橘子，还不明显吗？就是阿娥婶，都结婚好几年了，怀上也很正常。你就准备好当奶奶吧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快？这孕期还得十个月呢。这不，我得多准备点东西给她补补身子。那就提前恭喜你了。恭喜恭喜呀！那谢谢你们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慢走。身体阿娥高兴，送一回算了啊、哦！嗯，是啊。哎，妈早上还那么开心，回去该怎么安慰她呀？阿凤怎么办？婆婆知道了肯定会很失望的。是啊，妈期望那么大，肯定会很失望。哎，走吧，我们买点东西回去安慰好妈。媳妇，你们回来啦！快来尝尝婆婆特地给你做的盐焗鸡。阿凤，你真懂事，媳妇怀孕了就得多买点东西补身子。婆婆，那是给你买的。傻瓜，怀孕了就得多吃点，怎么想着给我买呢？
妈，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三酸胃酸过多才反胃的，不是回。橘子吃多了，胃酸过多也是很正常的，哪有一检查就一定有的？你们也别太难过了。婆婆，我知道你一直想抱孙子，让你失望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婆婆虽然希望你们有个孩子，但是我们一家人身体健康、和和睦睦才是最重要的。妈，我们还担心怎么安慰你，没想到反而让你来安慰我们。我说你们两个也太把这事放心上了吧，自古生儿育女都是顺其自然，我们要把心放宽，不要强求。婆婆，我一定好好的给你生个胖娃娃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